巴扎那德，嗡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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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扎那德。Om Ara Bazan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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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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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接下来请收看净土系列。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净土中的修持原理与方法，各位比丘、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嗯，请放上。那么，我们上一个讲次啊，跟大家谈到了观死啊，死的什么呢？死的一个孤独性，死的一个业障干扰性，还有死的一个什么呢？无奈性啊，死的死亡，它的来临呢，那意味着呢，我们啊过去所造的善恶业啊的一个总结。那么善恶业的总结，理论上说，你有机会一半一半，但是即便是一半一半，或者是甚至于善业更多，你都是最好的状况，就是投胎为人类。那么投胎为人类呢，那面对了全新的未来，除了发菩提心啊的大德，或者是对于修道呢啊很有，在人间修道呢很有经验，也很有热忱，也很有因缘，而且很有把握的人以外，你呢在作为人来到人间呢，常常是没什么准备，你遇的谁就在谁的因缘底下过生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么呢女怕嫁作郎，男怕入错行啊，那么就为了五斗米折腰，是这样。那当然了，你说哎，我谁谁谁是小时候就被认证啊，这是修道人，或者是啊这个再来人。汉传佛教呢，
第一个他并没有这个传统。好了，就算有，所以我认识的大陆台湾的那个长老啊，他明白的说他会再来，但是呢，怎么个来法？他来了用什么方式？那也是他特殊的情况，一般人没有办法这样。所以，当我们讲说净土宗的教理的时候，我们是就是一般的人的状况说的。我们的状况是，好吧，最好六道轮回最好的状况，当然你不是圣人了哦，你我都不是圣人。那么最好的状况就是投胎为人。那么作为人，你有人来接应你吗？你下辈子的修行方法就像这一辈子一样，你都有一贯的方法了吗？你有相应的老师师长了吗？还有你成长的环境当中，特别是在华人的社会里，父母的那种威权是比较大的，他的抉择力是比较大的。你看，泰国啦，或者是西藏啦，西藏的话遇到了所谓的你家出了一个过去的和尚，那么呢，我要把他带走去训练，有的父母反而还觉得很高兴，他再多生两个就好了。华人社会是这样吗？不是。像泰国的话，小孩子有去出家，那么呢，爸妈敲锣打鼓告知左右邻居一起来祝贺，当作喜事办。华人社会有这样吗？没有。那么呢，即便是少数父母呢真的很明理，那乐意呢儿女出家，但也不一定儿女就要出家。那儿女想出家的，也不一定父母就舍得他出家，因缘也都不拢。这就是所谓的临终投胎为人，再次投胎为人，你的胜算也不一定大。然而你却又带着什么东西来呢？你带着是贪心、我执、情障、业障这样的事情来。我们过去世的生活当中，过去世任何一世都是，其实我们欠很多的人情的。你要是没有定力，人情在你眼前呢，就变成负担，甚至就变成你不得不配合的理由。比如啊，我欠他人情，现在他要我去帮他什么忙，我不能说不，这是今生你生活中经验有。那么呢，我上一堂课讲，我说有些女众，你明明就觉得她嫁的这个男人呢，完全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状态，那早就该这当时嫁给他就不对，你现在真的是他就这么家暴，而且对他不好，酗酒不是怎么样。那你就跟这个女人讲说，如果真的不行的话，你们就结束婚姻吧，你各自再重新找姻缘吧。佛教是容许这样的，佛教并不鼓励去做这个事，但是真的发生这样的话，那你还是有选择权的。不像有些宗教它是不准离婚的，有些宗教哪怕是基督教，某些教派也是规定不准离婚。那他认为说，你的婚姻就是上帝的恩赐以及促成，都是在上帝的祝福或者认证见证之下完成的，你不能够违背他老人家的意志。当然这是信仰的问题，但佛教基本上出家最好是能够签舍离婚姻关系的这种约定的契约或者甚至于就直接去办离婚那把财产清割掉这样。所以对佛门来说的话婚姻好来好去就可以没有姻缘可以离开，这是可以的。不过当然要顾虑到儿女了这个事。但是有些情况之下，甚至于儿女都支持父母离开，为什么？因为真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吵架打架嘛。那像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那是上辈子欠的人情欠着，你这一世你就愿意为他做，就是为他做什么呢？
为他做做牛做马，你也乐意。那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累劫以来，如果不修行，不以功德力来对应众生的恩德跟情感的染爱的话，那你简直是还不完的。你一世一世都会有姻缘的人在那边等你，这一世是这个，你下一世是那个，那你修行你走得开啊？所以除非是很强大的修道意志的人，强大修道意志啊，那么你今生出家也不保证下一世还能出家，因为你的什么呢？你的好姻缘福报一次用尽。所以古德讲啊，那个什么修道吃了不了道了，披毛戴脚还，这句话不一定完全对，但是它具有一定程度的警告意义。好，是这样，也不一定就披毛戴脚还。那老僧坐禅一炷香啊，金山亦能化，就是因为他入于空见中啊，乃至于三地圆融见中，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众生的供养呢，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有所超越，他的功德足以受这些供养，这是是的。但一般人呢，一般人不是这样，一般人就是恩爱情仇，你欠我，我欠你，所以你欠我的，我想讨回来；我欠你的，我也讨不掉，啊，结果呢，就累世相欠再来。啊，你也没有，你说你信仰师父，我常讲嘛，你不会在 YouTube 上看我而已啊，你也不一定常来万佛寺找我啊，就算常来万佛寺找我，搞不好你也没什么修道，我也跟你谈不了太深的东西啊，顶多就是安慰安慰你，或者跟你哈拉一下这样而已，那也不是教法。那我说我要真教你，我看你也受不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要听听我当时亲近忏公，亲近几位长老，要是用这，我还打算用那个方法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教你，搞不好你都受不了了，对不对？那所以你是不是法器也不一定是，所以下一次投胎再为人，要么不是法器，要么欠一堆债，要么要讨一堆债，要么恩爱情仇一大堆，要么想修行也不是料子，那你说下辈子来你会怎样？你好好想一想。所以说啊，净土中法藏比丘当年就是看到这个情况，就十方众生欲修道有无心那就别提，有因缘有心但没有力量，要不就是业障深重，所以这你怎么让他修？然后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贪爱现前，一切威势消失，一切的功德力难以显现，因为你正面临的那个四大分离的恐惧，恩爱熟悉的环境正在远离，而且更糟糕的是，平常你最有恩的、最恩爱的、最你对他最在意的任何人，无论是夫妻、儿女、兄弟、师徒、师兄弟等等，我告诉你，突然间你就会觉得，在你眼中以你为这个临死的人为中心了。记得我的话哈，将来你中阴救度的时候，你就用得上。你在临死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遥远，甚至于非常非常的薄情、薄义，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看你要死了，一切缘在现，而他周边你的亲属，或者你的兄弟，或者你的师兄弟，或者甚至于你的徒弟，他对生死很自在的，或许有，但很多情况之下他并不一定自在。那么他面对你的死亡呢，他的无知、难堪、不舍都很可能在你周边形成一种气氛，那气氛也就是无知、难堪跟不舍，这最后就形成一种恐惧或者冷漠，因为他不知道你临死你的心情到底是怎样，你可能也没力气讲话，也没力气，也没心情在表现你自己的情绪了，可是别人的情绪你却很清楚，
我告诉你，临终的时候你是很灵敏的，脾气是会，性格是非常灵敏，也会被放大。平常比如说这句话不会让你生气，到了临终的时候，这句话可能就会让你很生气。为什么？他太灵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正面临各种压力，四大分离的压力，孤独前行无有伴侣的压力，舍去一切熟悉而心中难舍的压力，以及在最紧要的关头，谁真正在乎你的压力。我实在太清楚，我静坐都在想死，所以我很清楚这个事情。所以这些压力是你平常都很难堪受，何况你临终同时来，尤其是有一种是临终的时候谁在乎你的那个压力，那个恐惧，那个难堪。所以说出家人啊，他一方面对众生，我说大圣出家人，一方面对众生要如母如恩的看待，只有付出。但反过来说，你一点都不能够想说从众生身上得怎么样子的恩依情恋等等，或感恩，或者是有深有道情，不是爱情哦，有道情，或者有在乎，在乎你，或者感动于你，或者哦，师父啊，啊，我真的受你的恩德太大，你真是我的大恩人。这一类的话，对出家人来讲，你认真你就输了。临终的时候，这些都是远离的。我还是那句老话，你是孤单、无依无靠的离开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呢，在大德的旁边安详圆寂，那是大德。他看待一切众生如母，这个时候他看待你，用无尽的慈悲来对待你，那这个机会都不大。为什么？大德大概年纪都比你大，很多因缘都比你早走。你往生的时候呢，最好的状况就是你自己是大德，旁边的就是你的徒弟。那你的徒弟呢，搞不好他们两个人才正在吵架，才正在想着师父是传法给你还是传法给我，还正在想这个事。他们在意的搞不好是这个事。哎，奇怪了，师父的波怎么在你那儿？然后另外那个说，奇怪了，师父的三衣怎么在你那儿？哎，奇怪了，师父的海清跟念珠怎么在你身上？他们还在各怀鬼胎，然后你这个可怜的师父正在那里孤独的准备死掉。最好你是先想这么惨，你将来要没有那么惨，算你赚到。出家人自己要真的要明白，古人讲啊，隐隐轰轰，出入百人，临终后悔莫及。古人常常讲这个话。那我来马来西亚，有一台游览车人跟来，恰恰就是古人讲的隐隐轰轰，出入百人，迎来送去。你这个法藏要真认为那是一回事的话，你将来就会死得很惨。所以有人会从侧面角度说，哎呀法师啊，你如何这般。我根本连从来没想这个概念都没有，在我心念中一点都不敢，不是不敢，一点都不没看到这个东西。多少人跟我出国，我就是一人而已，没有多少人。不是因为孤独，也不是因为孤僻，更不是因为舍离众生，不是，是他的残酷就是这样，因果各自受，临终就是这样。人类要是没有死亡这件事，就没有机会想到这件事情，这种孤独的残酷感，临终的无奈感。这个华严会上说，
临命终时一切威势舍离，就他讲的一切亲眷舍离，就是这样。我最早背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在大三的时候，蔡云和尚上善下云老和尚要我读，要我背。我坐在火车上要回家，我在那边读。那个时候没什么感觉啊，但读着读着放进心里了，但越来越有感觉，越接近死亡的时候，这个感觉越有。所以今天我讲这个话，不是在讲给你们听，就是说我们分享分享。死亡是最亲切，古人讲死最亲切，就是讲这个。亲切到什么程度？亲切到你死最亲切，就是说你跟法义相连结最亲切。因为念死的状态，不是说啊死了四大分离啊很难都要不要动它啊助念八小时，那是你去给人家助念。我们现在讲的是你自己死是什么状况，在讲这个。我们要想自己死才是重点。善导大师说，我见他人时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就在讲这个。所以这个是上一个讲次呢，再一次的跟大家讲。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面对这样的死亡的一个无知、无奈、无可得，而且是一切的恶业随身，恶随身，善固然也会随身，但是呢，因为临终的时候的恐惧、无奈、茫然、无知等，它都是负面情绪的多，所以说它容易招感恶。为什么我说我们临终的时候要跟他讲开示，要跟他讲啊行善呐、啊，他今生有行善呐、啊，啊要讲讲他今生所行善的事情呢、啊，就要让他意念起来。要跟他讲极乐世界的好啦，就让他意念起极乐世界，不然临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恶的，都是灰心丧志。你最爱的人只能在旁边这样看着你，冷冷看着你。你对他最疼，甚至于你把道场都交给他，如果是出家人，你把道场都交给他了，这是你的徒弟，他都没办法表现任何积极状态，没办法，不是他不愿意，也没办法。临终的时候，难不成师父在那里临终，徒弟说赶快叫119送医院电击，电击懂吗？用电去击他，你这样的话你会更惨。要不就是说徒弟跟医生讲把我师父怎么样气切插管，你会气死，不是气切，你直接气死。做徒弟的临不是做师父的临终的时候呢，被徒弟借刀杀人，而且还怎么样冠冕堂皇，对不对啊？找医生，然后跟医生讲，医生啊，我师父要救啊，你要救我师父啊，我师父对我恩重如山啊，所以呢插管。你那时候已经躺在那没办法反应，气到爆，师父也抓起来，嘴巴想骂骂不出来，你就知道业障现前了。原来这个徒弟根本不是徒弟，是仇人来的，是仇人视线徒弟专门来卧底的，击败你就在这个时候把你完全击毁，有没有了？你不认为是哦？我都亲眼看了好几位。人事都还在，我不方便公开讲。就长老的徒弟都还在，我不方便公开讲。这些都是接地气的，不是经典看来的，就是亲眼看到的。那么这已经是出家人最棒的样子了，出家人呢、啊，他到时候最有功德了，他都会遇到这种状况。那么在家，你可想而知情况会是怎样？你的两个儿子，你的媳妇儿怎么样？正在为争财产，在那里呢，谁也不理谁。你会不知道？你当然知道。临死之人心最敏感。那你在这种情境之下，你的死亡，你会觉得很愉悦吗？带着悔恨、不安而死，所以。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三大内涵作为接引众生于临终无有障碍为最第一重要。它并不是在你活着的时候，哦，给你很多好，就像药师佛一样，哇，给你种种修行之具啊，这个财产无缺啊，生活之具无缺啊，乃至于事业成功啊，它的重点都不在这。那你说，那叫药师佛为什么重点在这？啊，因为众生需求不同，佛道同，本愿不同。所以他依着本愿，有的众生他活着必须要有个什么呢，有一个安容易依止的环境，他才能修行。那么他就需要药师佛的什么的这个本愿来顺应他。但阿弥陀佛在意的不是他活着的时候的修行，在意的是他临终的时候的绝对安宁。他在意的是谁？那所以说他发的愿是临终保护的机制，临终成就的机制，临终让你决定往生的机制。所以呢他建立48愿，48愿呢讲是48，其实有3类愿。第一类愿叫做生佛依正庄严愿，或者叫做主判依正庄严愿。主跟判，主就阿弥陀佛，判就是所有的伴侣，啊，也是可以叫生佛依正庄严，生众生，九界众生都算众生，佛就是唯一一尊佛，阿弥陀佛的依与正，就是阿弥陀佛的依报跟正报，啊，众生的依报跟正报的庄严，都在讲这个，这有总共33愿。然后呢，名号功德愿有10愿，33加10刚好43，对不对？啊，不，有12愿，名号功德愿有12愿，那所以说就变成45愿，对不对？还有剩下3愿，那就是这个立身往生愿，或者叫做啊。色身往生愿，这样懂吗？色受的色，色身往生愿。所以名号功德愿12愿，依正庄严愿，就主办依正庄严愿，有33愿，合起来45愿，那再加上色身往生3愿，这3大类愿，这样懂吗？刚好第3类愿只有3愿而已，是愿成愿为主，这个信为主，愿为主，行为主，是信愿行三者各自为主，那么刚好各有3愿，不是各有三，刚好分3愿，这样子呢，说48愿很好理解，一分类的时候就很好理解，就3大类，好，这样。那他的目的呢，都在你，让你呢能够什么，为临终时信愿坚固，临命终时正愿现前，决定能往生。他的目的是这个，为临终之时，就我们现在没有临终嘛，这个时候信愿增长，信愿行坚固增长，要信愿行，有信有愿有行，临终的时候呢，行就不说了，为什么？以非行不可了，因为你准备投胎去了，准备往生去，当然要行。那重点在信愿坚固，临终反而是重在信愿坚固。偶益大师说，往生与否重在愿心有无啊，品位高低呢，才方以这个念佛的功夫，以念佛的功夫来说品位的高低，懂吗？所以你念佛高低，念佛念得好不好，这当然重要，可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信愿之有无，
信愿，你要知道，要是没信没有愿，没有信没有愿，那么你念佛不是为了信阿弥陀佛往生极乐的，愿生极乐不是这样。那念阿弥陀是干什么用？修禅定，修未来的福报，这样知道吗？那这样的话就不对了，不，至少它不是相应往生所需要，这样知道哈？所以临终最重要的信愿要有，那行当然也要现行，可是那个行已经融摄在愿里头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临终你有可能你连嘴巴都念不出来，你只是在心里头想着，信心坚固，万缘放下，愿生极乐，那个愿心一直在现前。之所以要念佛，重点并不在多跟少，虽然多好了，但其实真正的重点，它的目的不是多，它的目的是透过多念佛来坚固信心，增长愿力，或者增长信心，坚固愿力，应该这样讲更好。增长信心，坚固愿力。信心有了，你才会有愿。但信心还没有很坚固的时候呢，其实你的愿就可以很坚固。我们人生当中常常有这种事。你比如说下象棋、下围棋，你没办法算得那么的准，但是你这样稍微想一下，这个步那样，那个步这样，这个步骤这样，想一想之后就啊，想到二十步以后了，这样子我这个走法二十步之内都有利哦。那第二十一步呢？没想到那么多，没能力想那么多，但你愿意相信这二十步以内，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相信应该是比较对的。那你接着会问呢、啊？那别人不一定按照你想的那样下呀，那你也只能说，按照我的经验，我下这一步他应该下那一步，我下的那我这我第二步这样他应该下那一步，这是我的经验应该可以理解的。虽然你并没有像电脑一样把各种可能都做过算一遍，哪怕只有二十步而已，你没有多算一遍，但你也差不多觉得凭你的经验应该是这样。好，注意哦，信心没有太强固，因为你并没有足够的资料进行计算过，对不对？但是呢，你差不多算了这二十步之后，你就觉得啊，好啦，那好，那就走这步吧，因为你不可能再等待了，你也累了。这第一种。第二种，很多人男女结婚，很多人交往没超过三年的，你要知道，你们自己回忆一下，你们结婚超过三年，交往超过三年吗？有的人没有，那个当同学大学同学的不算交往啦，陈立旺你不要跟我点头啦，那个根本一点都不算。你懂意思吗？这种交往就是完全 open， 个人有个人的交友利益的空间，这个时候你去交往。还有交往就算十年，你对对方摸熟了吗？肯定摸熟了。有人韩德尔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啊，无论你娶了谁都不重要，也无关紧要。结婚之后，早上醒来的第一个早上醒来的第一早上 醒来的第一个早上，你枕边人一定是一个陌生人。安德尔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就是说婚前一定大家极尽可能的装扮自己，结了婚那一夜反正死齐了，这个时候呢，隔夜醒来之后呢，那个隔壁那个家伙完全原形毕露，打回原形了，所以你转身一看，一定那个就是陌生人。这样你听懂意思吗？我记得台湾有个最好最搞笑的一对情侣，李敖跟胡一梦，他们那一对最搞笑，
虽然李敖已经挂了啦，我对于一个挂掉已经往生的人呢，我要心存厚道了，这所以我没有要笑他的意思，但那是他的真的超有名的故事。他跟胡因梦嘛，一个是家人，一个是才子。那么呢，有一这么他们就说好了说要结婚，在结婚的第一天呢，两个人都躺在床上，一大早起来，两个人就躺着都不动。胡因梦认为我是明星，我是这么一个美丽少的女孩子，嫁给你这个中年老先生了，应该你去帮我准备早餐。然后李敖是这么想的，我是才子耶，我娶个老婆当然是来服侍我的呀，怎么早餐还要我去拿给你吃，有没有搞错啊？然后他们两个就继续躺在床上，了解意思吗？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早上，果然就是陌生人，了解吗？一个家人，一个才子。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而搞笑的例子。后来他们就离婚了嘛，想当然了，势必要早早离婚才可以。原来都把对方搞错了，自己也估算错误了。请问，你真的确定你熟悉你的枕边人吗？你仔细想一下，结果呢？你不也嫁到现在？你不也娶到现在？你对他即便不熟悉，信心不够，但你不是也有愿心吗？继续支撑你们的婚姻到今天吗？所以诸位，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不太可能什么叫做足够的？为什么？信心是无底洞，永远不止的，一直到实性位，那个信心才真正对大乘坚固不动。你知道实性位是个什么状态？是一个内凡要完整的走入外凡完了要走入内凡位，心有理，理内的内凡的人。你要知道智者大师都自己宣称他是外凡人，换句话说，那个实性位都还没满哦。你对阿弥陀佛你会信到什么程度？但是你一样可以发愿，就像你对你的老公，你对你的老婆并没有那么有信心，但是还是怎么样愿意下嫁给他，慢慢经营嘛，就这样。就像这步棋我只想了二十手而已，第21手到底怎样，其实我现在没能力想到那么多了，但我还是愿意相信现在这一手应该比较有利，你就下去，了解意思吗？没有所谓的等到信心完全坚固了再来发愿了，那你就得卡蛋得卡无，得卡蛋就台语的话了，就竹子下面想等，你就竹子下面一定有，那个是一个谐音呢、啊，就是说你尽管想吧，你尽管等吧，你永远等不到，你懂吗？你要等到所谓的信心坚固，坚固到什么程度都不是这样，信。有了一分信就可以两分愿，有了两分愿就可以三分行，有了三分行就可以再增长一分信，就这样滚动着，了吗？信就来个愿，有愿就来行，有行就增加信，有信又跟增加愿，有愿再增加行，有行就再增加信，就是三位这样子环环相扣，一直增长上去，这就是他修行的原理，是这样。所以你不用太担心，也不应该任意的怀疑阿弥陀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心本来就凡夫的信心本来就虚无缥缈，不容易那么坚固的。所以你怎么办？你要怎么说服你自己？三个条件说服你自己。第一，相信佛语，佛陀没有任何理由骗我们嘛，他骗我们有什么好处？没有。佛说极乐世界实有，念佛必得往生，而且当生得以成就。佛在《无量寿经》上甚至于说，下至一念得以往生。你信佛说，你别信哪个祖师说，你更不用信我说，你信佛说 ，O 不 OK？ 对，你首先是信佛说，这最强而有力。其次，你要这样倒过来想，哎，我就算被骗。
我没有吃亏啊，我是在念佛呀、啊，我又不是做一个错误投资，我也不是做一个什么样子的金钱买卖，不是啊，又没人跟我做买卖。念佛至少清净心，念佛口业清净，心业清净，身业清净，专心念佛，身不受杀盗淫，意不起贪嗔痴，口不说恶口，其余妄语两舌，对不对？已经十善齐修了。正在念佛的时候呢，众生听到了，生欢喜心，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就放光，有那种能量放光，众生看了欢喜安稳，这就是无畏师法师布施。正在念佛的时候呢，贪心不起，染爱不生，因为我的功课还没做完，我得专心做，我不能打妄想，我在修忍辱。本来我是方便师，想看看电视啦，想聊聊天啦，喝喝下午茶啦，现在不行，我要做功课，乃至于我要起疑心呐、啊！我说不是，我凡夫了的，这疑心不要乱起一通，我好好念佛，增长愿心，增长信心，这时候都是忍辱。那布施忍辱，再来，我正在念佛的时候，当然身不杀盗淫，口不贪嗔痴，意不贪嗔痴，口不恶口，其余两舌妄语，那不就是持戒？所以说。念佛、布施、持戒、忍辱都修了。你正在念佛的时候呢，你最熟悉的贪嗔痴，你都得要先放下。就算没完全放下，也不能声张了。干嘛？嘴巴在念佛，不能讲闲话。手里在计数，你不能再做杀盗淫。这个，你的时间本来不精进用，不用功，你的时间都拿来做贪嗔痴的事。现在正在用功，时间收摄在法义的身上，这是一种精进。在念佛时，句句佛号入心，出口入耳住于心，就是口耳心，口耳心三个点一直转。那么专注于念佛，那就是一种禅定。念佛念着念着念着的一切业障不生，恶法不造，精进专注，所谓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有，那么智慧就会在句句佛号当中了，自然显现。智慧不从外来，智慧如果是外来的，那么你是修而外，由外而来，既然是外而来，不是本来你的，不是本然在的东西，那当然它也会随着因缘果报而消失。智慧是你本具的，智慧如果从外而来的话，那它也会从你内而出，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你，了解意思吗？所以智慧当然是你本具，可是本具为什么我现在没智慧啊？就是贪嗔痴慢疑，身边借见邪，各种的贪爱颠倒，让着你那个本具的智慧，就像那个镜子本来应该很干净的，但是被灰尘遮住了。灰尘遮住了，不是镜子坏了，也不是镜子本身不能照东西，都不是，只是灰尘遮住了，镜子能够显现。所以你只要把它擦干净了，镜子的本具显现，能够照了的功能，它就在啊。你的心就是一面镜，照了就是智慧。你只要在念佛的过程当中，把贪嗔痴、把犯戒、把懈怠这些尘埃全部的擦干净，把散乱全部的擦干净，哎，它本具的智慧就显现。所以念佛能开悟，念佛能增长智慧，何况念佛还。更大的重点是能够让你顺佛本愿往生极乐，那么这就是念佛的原理跟价值跟修法。所以阿弥陀佛，再回到原来的本位上说，阿弥陀佛在无量无边劫以前了知众生呢，要不就是无心，要不就是有心而业障深重，
要不就是虽然业障稍轻能修行，但是呢过去的习性等等障碍他能够当生成就，这然后再去轮回的话，再回首已是百年生，相当不容易，除非要行菩萨道，而且他是大德，对修行是生弃其本性，所以他再怎么轮回他自然就会走回修行之路，如鱼得水，修行很自然。这种当然就不用在我们多说，但对大部分的众生来讲都不是这样，这第一。第二，好吧，就算大菩萨他真的再来也是如鱼得水，可是如果世间是凡夫，面对众生的共业这么的复杂，你啊共业难转，难修难转，所以能利益众生的其实也相当有限。有人问我说，哎呀现在社会这么复杂呀、啊、怎么样如何这般呢、啊、阿弥陀世尊不是没有入灭吗？怎么他不正在出现一下，只要出现一下下就好，一下下大家就会信佛了。我说错，会有更多网络酸民会去毁谤佛，他不信，乃至于非佛教徒他更加忌讳看到佛出现，因为在末法众生没有那个善根，也没那个福报，所以你也不要害众生，不是佛不出，是众生没福报能见，见了会狐疑不信，乃至只有一刹那的不信，你都是造罪，都会立下。因为对极究竟的圣人，你居然可以起一刹那不相信的心，哇，那是伤害很大，这对你的自信的觉性伤害是很大，所以世尊不会在这个时候出，这第一。就众生边说，就佛边说，佛是依缘起而现前，佛的身口意身形现与不现，就像空谷回音一样。我问你哈，山谷当中到底有没有声音？有没有什么声音？没有什么声音，没有声音的。你就静静坐在山谷旁边，山谷上你去听，没什么声音，就像鸟叫、虫鸣或水声，顶多是这样，没有人的声音。但什么时候有声音？你自己对着山谷叫阿弥陀佛啊，那山谷叫阿弥陀佛，会回音给你。除此以外他不会自己跑出阿弥陀佛，对吧？所以从众生边说，现在末法的众生根本没有那种渴望见佛的坚强意志，或者即便是有，那极端少数，少数这佛的出世是要多数人能见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多数人都没有意念要见佛，佛是无法随这个众生的心念而投胎视线在这人间的，是没办法。所以从众生的没有福报，众生的没有求见佛边说，那是不可能。那从佛边说，他的随便的出世会让众生起疑怀疑毁谤，认为他是不是魔变的怎样等等，你那也是从众生的无福报跟无信心说，所以他不会在末法时代这样示现，他不会。那么这样你就理解了，所以能念佛的你必须靠你自己听闻，比如说从昨天听到现在听闻这些佛法的教理道理，虽然信心，我说过信心不是立刻就这么坚固的，但是你已经开始可以发愿。何以故？因为它非常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立这极乐世界四十八愿建立，依报庄严，正报庄严，然后呢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十二愿，最后就是色身三愿，皆以你往生。这三大类愿都围绕着一个什么？临终的时候让你心有依托所属，不会茫然无主。
因为意念阿弥陀佛，所以临终的时候不意念其他，即便是你有恶业，即便你恶贯满盈，但是因为你没有去意念那个恶，你去意念纯善的阿弥陀佛。那么呢，临终有三个理由，三个原因牵引你到哪里去。第一，随业重，随业而去。比如说你没什么念头，你就茫茫然的生病，茫茫然的老去，茫茫然的死掉断气，没什么特别念头，茫茫然这样。那这个时候呢，你到底要到哪里，只有靠你的业力决定，就随业而去。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什么呢？临终的时候嗔心重，贪心重，烦恼心重，愚痴心重，怀疑心重等等，临终这样。结果呢，随着你的念头重而去。第一种是随业重而去，第二种是随念强而去，随一般讲叫随念而去，能了解吗？那你说，哎，他业也重，念也重，到底是哪一个？那就要两个要比对了。业很重，但是你的念更强。比如说，你应该要去做畜生道，可是临终那个恨意恨嗔恨心太强了，嗔恨心下地狱，结果本来还好一点，先到恶鬼道去，投胎恶鬼，结果你的嗔恨心又过重了，了解吗？哇，结果呢，这个更惨，下到地狱去。好说呢是怎样，哎，我业很重，第三类啊，那但是呢，哎，我这个念头上的起一个好念头，那因为你也平常也有部分的善念作为根基，结果因为这个好念头做引动啊，你整个心灵都往好的方向去，结果呢，投胎善处，你的恶业还在哦，但你能投胎善处，因为随念重而去，懂吗？第一个随业重，第二个随念重，随业随念，第三随愿。愿当然也是一种念，但又不全然是，愿是念的一种，但不等于就是念，念不会是愿，念头很多，对吧？但它不是叫做愿啊，当中有一个念头是发愿的念头，这当然那也是念，可是它特殊。愿是专心真诚的期望某一个结果，某一个行动，某一个事实，这才叫愿，懂吗？啊，愿我临终无障碍啊，愿我呢这次呢赚钱呢啊，替土地公呢刷墙壁啊，愿我呢能够得这个什么呢，得这个彩券100万，那是愿，那不是念头。念头是大家平常都想要有钱，但愿就是在那发愿。结果万佛寺还真有这个人，他还真的得100万，他就跟土地公刷墙壁这样。啊，你现在来不及了，因为墙壁已经被人家刷走了，要不你就要刷大殿好了，搞不好还这样会得2000万，说不定，啊，更多也说不定啊。就比如这样，那个是发愿。哦，如果怎样我要怎样，或者我愿意怎样，那个很强大，念头是泛泛。懂吗？比如说你被人家摸了一下，哦，好痛啊，起一个恶念，就泛泛的起个恶念了，他会起来也会消失，临终那一刹那什么个念头冒出来，他不是那么主动，但是念头冒出来，当然这叫独头的念。他也可以是什么呢，也可以是有意识的在思维这个念，这样懂吗？但是愿就不同，愿是舍离了一切，我就专注某个结果，我期望某个结果，我愿生极乐，我就不管我生病不生病，痛不痛，什么样我都不管，我就愿生极乐，
越痛我越求往生，念头不动，目标坚定，这就是有愿的状态，了解吗？那这种愿就是随愿，所以第一随业，第二随众，第三随愿，随念众，随某一个念头，第一个是随业众，第二个随念头，第三个随愿，愿就更加特别。这里的随愿是特别指的是愿生极乐之愿，这样了解吗？这个是你临终能够助你的净土法门，它的最大目的是在你临终的时候让你能够信愿行现前，能够越依着你的强大愿心而让你能够蒙佛接引往生极乐，它的最重要目的是这个。第二种目的是让你在念透过念佛增长愿心的同时呢，也增加智慧，这算是副作用。虽然念佛本来就一定能够得智慧的，但是呢，他的真正念佛的目的不是要让你得智慧，是要让你增长信愿、信心跟愿心。可是有了智慧，你的信心跟愿心会更坚强，这样懂吗？那么在这样情况呢，所以说信心、愿心一直是核心的修行的核心。行念佛之行，就是为增长信心、愿心。因为像很多情况啊，我们有那个念佛会，甚至于念佛会的会长自己临终就起颠倒，你知道为什么吗？念佛会他每一次都来参加哟，他从来不缺席哟，那叫做行不缺席，行，对不起哈，他的信愿不足，他乐得做会长，他满意做会长，他沉浸在做会长的喜悦当中。对娑婆世界没有产生出离心，对极乐世界没有产生强大的愿信愿之心，那么他还在念佛呀，他还做会长啊，那怎么回事？因为他喜欢那个名衔，他喜欢为大家做做事，这是好事啊，这算是修福报啊，对不对？但是信愿还在虚无缥缈，那结果呢？他也组织了一个念佛会，大家都念佛往生了，就独独他没有，甚至于他临终的时候还起嗔心，不想听到佛号，那就是业障现前，不是真正的他。诸位啊，信愿真的才是核心中的核心，这样了解吗？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啊，你不管你是外道啦，信鬼神啦，信阿拉，信基督，其实你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你发起了一个不错耶，比我们阿拉的天堂还 OK 还棒，那阿拉我还照信你，不过到时候我去阿弥陀佛那儿进修，这有没有可能？实在是很难有这个可能啦。但我们讲个最极端的说，万一真有这种人，他照样能往生，因为他还是信愿呢，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说信往生与否，端是信愿有无啊。他真还真有这个信愿，特别是他一个外道，他敢冒着大不讳说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哇、哦，那是一定他想得很深的啦，对不对？佛教徒说嘴巴泛泛的说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很到今天这个时代，很少人这样。很少人说我没有要去的，对吧？泛泛的说，但这位外道他这样说绝对不泛泛说，因为他有个神呢、啊。这样懂吗？所以这里就看出来信愿心是相当之重要。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195-679，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婴生未生胎儿。我是罗一君，当您曾与确诊者有接触史或自觉有风险且出现发烧或呼吸道症状，就建议您进行快筛。如果快筛结果为阳性，可透过视讯诊疗或前往社区筛检站与医疗院所由医师视讯或现场评估确认。